生母子，哎呀呀，闻听华山神母有话一方，威临无限，不料想今日在这样残破的姑娘之中，倒要仔细地看上一看。
Yeah.
事啊？我问问你，你愿不愿意一辈子留在我们这儿啊？啊，终身留在这里，留下则甚呐？与他啊，朝夕相伴呐、啊！哎呀，仙姑啊！学生酒后狂言，仙姑休怪，仙姑休怪呀！看把你给吓的，这可是圣母亲口让我问的。哦，这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哦，是天仙，我是个凡夫，我二人怎能？他真是个书呆子，你要是不愿意呀，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仙姑，仙姑，仙姑啊！我是求之不得呀。我呀。Thank you.
一派胡言，上台了。眷侣天条定，我三列先拜自行去。哼，只怕你先根不老，一宿恨呐。今私配凡夫，触犯天条，还敢顶撞于我？胆敢强辩，待我用神眼看得来。身怀孽种，腹内造我动，七月天理不容。
要蝶种吃时候要斩草吃根，念在你苦哀求饶他一命，众神亮快将那刘延昌打落在方城，亲生哥哥二郎神君不念兄妹之情将他二人生生拆散，事已至此
也就罢了。哎，刚才我听见那二郎神君要带领天兵天将去这华山，将他的亲生外甥斩草除根。哼，算你还够狠的，这事儿我得管。对，就此走走。哎，林芝啊，我正找你呢。那二郎神君要带领天兵天将去这华山，将他的亲生外甥斩草除根。你快点。你这怀抱着这是？此乃三圣母所生之子，取名沉香。怎么着？这就是三圣母生的孩子吗？我得瞧瞧，我得瞧瞧。哎呀，真是又白又可爱的大胖小子呀！将来一定是有造化的。哎，灵芝，你抱着他慌里慌张的金玉何往啊？为防二郎神加害，圣母命我将沉香送往凡间，交还他父亲刘彦昌。众神将，华山起呀！去凡间，将他交与他的亲生父亲刘彦昌，待我略施小计抵挡一阵。你快走。神君呐，哎，小仙在此等候多时啊。恩无神何来？您瞧见没有？嘿，这官大，脾气大，他的忘性也大。怎么着？你忘了？今儿个是小仙我的千秋好日子，没什么说的。我请你呀，到我那儿喝杯寿酒。无神，公务在身，上开了。别走啊，二郎神君，我瞧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怎说是无神的不是了？那王母娘娘的寿辰，您是头三天就到了，怎么着？小仙我的生日亲自来请您，您都不去。我说你这三只眼怎么有点势利眼呢？休得胡言，闪开了。慢着，你不喝我的寿酒，嘿，我还要喝你的喜酒呢。无神，喜从何来？嘿，揣着明白装糊涂。哎，怎么着？你忘了？你妹妹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你当了亲舅舅了，这岂不是一体吗？不但你要喝你的喜酒，我呀，我还要请众亲家一起来喝呢。哎，嫦娥大仙，此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嘿，你瞧瞧，哎，你这只眼睛啊。跟我这耳朵啊，它是一个功效。你呢是什么都看得见，我是什么都听得着。刚才我还听你说了呢。无神说些什么？来来来，无神说些什么？告诉你啊啊，刚才呀啊，我
听你说，你要带领着天兵天将去这华山，讲你的亲身外甥战斗天恩，斩尽杀绝。你打在我这儿。怎么着，你我交好甚厚，哎，此事就不要再提，哎，不提了，好，不提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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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别笑了，哎，这酒呢？自然要饮，哎，那就对了，走，且慢，改日讨饶啊！又来了，哎，无神公务在身呐，对，您忙您的，哎，我呀我到玉帝那儿给你报喜去喽。哎，嘿，你瞧见没有，他也不让我走。那这么着，咱们来个摇头不算点头算，我跟你商量商量，我去玉帝那儿报喜，你让不让我去呀？哦，不让我去。那这么着，到我那儿喝寿酒，我再给你弄一碗香喷喷热腾腾百年老字号独家配方的骨头汤，你瞧怎么样？小吃身呢，你都同意了。哎呀，常言说得好啊，哎，客随主便，你呀随狗便。嗨，实话告诉你说吧啊，今日喝了我的酒，长耳从此不开口；今日不喝我的酒，二话不说拔腿走。玉帝面前把本奏，你妹妹生孩子，你当了亲舅舅，你又丢脸来又丢丑，我呀，我走了。长耳大仙，这酒你喝不喝？我就问你喝不喝？我喝。唐儿虽来纠缠，缓兵之计将他难呐。这杯水酒怎下咽？
人啊，老妈妈不要害怕，我乃落难之人啊。落难之人，看他衣衫随破，面带斯文，你是个读诗人吧？啊，妈妈，学生刘延昌乃是个落地的巨人。怎么，你是个落地的巨人？哎呀，我家老爷生前也是个巨人，读诗人好命苦啊！啊，妈妈，我怎样啊？我你怎么样了啊？我饿坏了啊！哎呀，真是个读诗人，您是一不乱步，读到了这般地步，还是金口难开。啊，相公，我家虽穷，一碗玉米糊糊还是有的，你随我进来吧。啊，妈妈，萍水相逢怎好大叫啊。相公啊，这是为落难的相公我而前去见过。是，相女子有礼了。还礼还礼呀，相公请用些吧。啊，妈妈，这你就吃吧。多谢妈妈。再用些吧。够了，够了，妈妈。
母，你那娘子三圣母，她还在华山受苦呢。三圣母，我家娘子，她怎么样了？相公，自你走后，三圣母生下一子，取名沉香。沉香。为防二郎神加害，圣母命我将沉香送往凡间，交还相公。我家娘子，她还讲些什么？哎呀，相公啊！人间续佳偶，抚养沉香早成人，他年母子重相认，圣母他身遭万劫也甘心。相公老人家，你们多多保重，灵芝拜别是怎样与神母结下这段仙缘呐？妈妈，仙缘不爱了。
事由来多磨难，不分天上与人间。豺狼神母现元端，父子漂泊是可怜。啊，沉香，母亲，沉香，妈妈，这个莫非他病了？病了。他呀，与你一样啊。怎么？磨了啊！他又是什么才好啊？只好委屈他了，还是一碗鱼米糊糊。这是得吗？是得的。儿啊，你包好了，带我去来。哎呀，沉香到了我儿的怀中，他就不哭了。是呀，啊，相哥，你看他，他不哭了。哎呀，真是怪事啊！沉香到了小姐怀中，他就不哭了。沉香反来了。妈妈，我来喂沉香吧。好好好，我来喂沉香啊。还是我来吧。有老妈妈，相公你看仔细。啊，母亲，你看来看去在看些什么哇？儿啊，沉香与我儿赤身之时长得是一模一样啊。真有这样的巧事吗？巧得很，像得很呐。啊，妈妈，真是像得很呐。怎么？小姐与三神母长得真是一般无二啊。怪不得你一见我儿就连呼娘子啊。儿啊，他把你当做沉香的妈妈了吧。啊，母亲，你在说些什么哇？ 妈妈，三番两次言语唐突，时时愧对小姐，救命之恩终身不忘，我要走了。相公，外面大雨将至，天色已晚，你父子要往哪里去呀？不妨事，不妨事，我自有办法，告辞了。
母得知相公有难，特命我持灯前来搭救你全家性命。哎呀林局长，想这宝莲神灯乃是圣母的本命神灯，一旦离身岂不性命难保？相公你看那灯它有性命力啊。小少爷快点走吧。别行别行，让我亲两步，让我亲两步。到血管了，啊！快到血管了，快到了啊！好，那咱们就快走。秦府的独根苗，我要月亮谁也不敢给我星星。只可恨老头子偏偏叫我来念书，我看见书本就脑袋疼，府里府外由着我的姓儿闹，我就是没人敢惹，说一不二的小主苗。哎，小少爷啊，咱们到了，到了啊，到了。你们想着早点来接我来啊？哎，是是是，快着点儿。是是是。嘿，这俩小子还没来呢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嘿嘿。三遍李松蹭蹭、哎呀好小子你也来了，来半天了呀，你们怎么来这么早啊？哎，不是你让我们早点 来的吗？哎，没错没错，是我让你早来的啊。过来过来，听我告诉你个事儿。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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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秦官宝啊，叫我们过来什么事儿啊？是啊，听我跟你们说啊，啊，咱们罗州城有个州官叫刘彦昌，哦，他那俩儿子，一个是沉香，一个是秋儿，哦，尤其这个秋儿，他诚心跟我过不去。是啊，今儿个
我非整整他，出出我这口气不成？对，出出气，出出气，出出气，出气。走，看看他们来了没有？走走走，看看看看。嗯、兄弟、嗯，快走啊！来，快快快，他进来。什么坏话了啊？昨天呢 啊我在老师背后贴了个小王八、啊、小王、哎、那个糟老头子就问你了，嗯，是谁贴的？你这小子就不敢言语了，我可不敢说。这时候你就说了，不是孙敏李宋所为，不是他们俩，也不是你们俩，这不诚信就是我了吗？啊，这不明摆是我了。本来就是不是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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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我。哎，不是他们俩，也不是你，那是我得了呗。躲开我这儿吧。秦官宝，我们既来学馆，理应尊敬师长，苦读诗书的才是啊。什么？苦读诗书？这不我爸爸跟我说的话吗？你怎么学来了？得嘞得嘞得嘞，读就读了吧，还苦什么苦啊？别逗了，师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呐。对，胡说八道，不吃苦中苦照样能当人上人。嘿嘿，我爸爸没念过几年书，是照样能当太师爷。如今呐，那些个当官的还上门拍我爸爸的马屁呢。哎，你爸爸刘彦昌头名状元，甭说读了不少的书了，也不过是罗州城那么一个小小的州官儿。提起我爸爸差远了。哎，那是。如今呢，我爸爸管着你爸爸，我就得管着你们俩。你就死理，别理他。咱们读书，对，读书没门儿，我叫你们读，我叫你们读，哎，秦官宝，哎，我叫你们，秦官宝，叫你们读书。你可知一寸光阴一寸金？老师讲了，少小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嗯，哎，好小子，他骂我，你骂我，你骂我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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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秦官宝啊，是啊。他骂你什么了？对呀、啊，他骂我什么什么、啊？从小不咋地，长大当乌龟。当乌龟，少小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谁骂你是乌龟了？你骂我来着，你骂我来着。秦官宝，若不是爹娘再三叮嘱，今天定不与你甘休。待会儿老师来了，咱们再与他辩理。对，老师。哎呀，老师他出不来了、啊、老师怎么出不来了？就跟你说 啊昨天呢，我找了几个人和了点泥呀、啊哎、把老师的门给堵死了。老堵、哎、老师他出不来了、哎、出不来了、哎、老师吴尊长、哎、吴尊长谁让他上我爸爸那告我的状呢？我叫他好受不了。哎哼，既然老师不能前来，那么回家。对，回家、啊、没门儿、哎哎哎哎，不能让他走。哎，哎嘿嘿
不干什么，跪地下给我磕个头，叫我一声小祖宗。哎，叫小祖宗，叫小祖宗。秦桧好，袭人开身。哎呀，我知道你有两下子，你呀甭跟我这使，我今儿个冲的不是你，我跟他没完。秦桧好，他是我兄弟，欺他如同欺我。什么？他是你兄弟？哎，得了呗，你真当你们是一马生的呢？听我告诉你啊，他妈呀姓王，你妈是个妖精，你是妖精生的小妖精。你个老哥，你个老哥哥去！我妈，你躲开我路！我一个兄，堂妹两个兄弟，仨兄打架。我不要命啊，今天我打的就是你，我打你脑袋开花。
非在学中受了先生责打。秦官宝欺辱我弟兄，孩儿一时失手将秦官宝打死了。怎么讲？将秦官宝打死了。是何人打死的你们从事的将来？是我打死的，我打死的，是我打死的，确实孩儿打死，与我弟弟无干。哎呀！看你二人怎强的命，手足情深。倒也逼得国人前线，只是问压迫，倒做了两难之人啊。而要问听佛道我来，转头找。
梁山前东司，留得美女官不损，而娇儿便随小镇乡兵，论起你也看得前线路人，不论是哪一个商人哪个。长命
你们这两股奴才是怎生得了？雪中将秦府官保打死了，怎么讲？打死了啊！哎呀，夫人，夫人，臣在询问此事，我问丞相，是他言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。哦，是丞相。啊，夫人，我又问过秋儿，不想秋儿又道秦府官保是他打死的呀。秋儿母。母亲，那秦官宝是孩儿打死的，是孩儿打死的，是孩儿打死的。啊，老爷，但不知打死秦府几个儿子啊？几个孩儿？我又来，打死一子，有一个孩儿前去的命也就是了。难道要我两个儿子都去地命不成？下官正为此事为难呐、梁老爷身为洛州镇堂，怎么遇着这桩命案却束手无策了你？哎呀，夫人呐、讲什么洛州镇堂，有道是清官难断这家务事啊。就
有请夫人赶快审问明白，不要打伤你我的两个儿子啊。九义老爷，夫人请。啊孩儿啊，秦府官保是何人打死的？是孩儿打死的。那死人快要偿命呐、情愿抵命，可是得一双爹娘，难以割舍儿自己的性命呢。命该如此。那老爷妾身也审问不得明白呀。哎呀呀，审来审去还是不得明白。在此，就请夫人答一个问一个，问一个答一个，下官这里拜托了。我看你们这两个奴才是怎生的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怎么是妾身的不是你？方才其他丞相就该打秋儿，既不打秋儿也不该打丞相。在这生死关头，你我做父母的可不能有两样的心肠啊。儿来
人，依你看来，到底是哪个打死的？亏情多礼，自然是丞相将人打死。我已见得。那丞相孩儿性情刚烈，屡屡过人，愚拙不分，自然要听声相劝。那秋儿呢？那秋儿身小力胆，性情柔和，愚拙吵闹，都要躲避退让，他怎能动手打死人呢？夫人呐、啊，你可知这绵羊也有何性情？今天才有梦动事。夫人，你好一张利口啊！老爷也不差。秋儿一口认定，未必不是。那丞相从未改口，一定是丞相。依我看来，一定是秋儿。一定是丞相。一定是秋儿。一定是丞相。啊！夫人，你若一心认定是丞相，我也不便多讲，指望夫人要持平而论，不要亏了做父母的良心呐。听你之言，我对这两个孩儿从不曾持平对待，也不曾一样的疼爱母。夫人呐、啊，我讲的是在这生死的关头。哦，我倒明白了。哦，后来。是秋儿将人打死，自然让秋儿前去抵命。我是丞相呢，我是丞相将人打死，也要让秋儿前去抵命。若不然，我就是不能持平对待，我就是亏了良心儿子。这，老爷。你既如此之仗，妾身又有何话讲？秋儿，儿啊！看来我儿是注定要去死的了，快快随为娘。Oh, yeah.
丞相，秋儿都是我亲生之子，焉有偏袒之理？只是丞相的亲娘三婶母被二郎神压在华山之下，受苦受难，可怜他只留下丞相这点骨血。倘若前去地命，夫人你的复古之心，岂不付我之东流？这秋儿大母，他是你我亲生之子，连心之辱，小小的年纪叫他前去地命，我又怎能下此狠心？如今两股孩儿眼巴巴地跪在我的面前，你叫我舍去哪个？叫我放又放走哪个？有道是临河不能忘父，遇难不能忘恩。若得夫人命短，神母甘念夫骨之情，下官甘念舍子之恩，生死关头情义重，望求夫人做权衡。母亲，母亲，您就是我的亲娘，沉香粉身碎骨也难报您养育之恩，您就让我去。母亲，留下哥哥，我去抵命。我去抵命，我去抵命，我去抵命，我去抵命。您就让我去吧。夫人，早下决断呐！
光金魄，速速拜别你的母亲，逃命去吧！爹娘，多多保重，沉香拜别了。神母替为娘拜上几拜，把为娘舍子之事对他言明，迟早儿要烧过心儿回来，倘若为娘人世，儿要带上金马之前到为娘与秋儿的坟前烧花，烧花也不忘为娘我舍子一场，你那去死的兄弟哇、wow。
转神功依然练就，嗯，那就该叫他下山搭救他的母亲才是啊。嗯、时机一到，徒儿哪里？来呀！仇雄矣，在兴山不惧苦楚与严寒，西得动地，今天意之大救母。去华山，参见师父仙长。沉香，名师传艺，武艺精通，你一定吃了不少的苦吧？仙长啊，徒儿心无虽然受苦，怎比我母在华山之下苦难受尽？丞相日日盼
早日自由吃我那受苦的母亲。徒儿小心可嘉，为师在此你金龙神符，祝你功成。神母之子沉香，沉香，祸恨当初未曾斩草除根，今日前来送死。呸！今日将我母放尸便罢，如不然，我就要骂你。要我怎样？我劈了你！哮天犬，哎，拿下喽！哎，你怎么不咬我呀？
舅舅家的狗不咬外甥啊！拿下了。Oh!